294页商路，对，我们就用到了哦。好，用的，好，诸位看这个商路长的样子，很奇怪的样子。你看这个商路，好，长的样子，好。有一种方式，排水又不伤正，不管它元气强还是元气弱，就是过去用这个桑露啊，把它打粉，打粉以后放一点点麝香，就麝香就来自麝的肚脐嘛，无孔不入，混点麝香在里面，然后用棉布包起来，放到病人肚脐上，好，放到病人，然后你如果要加温，你可以用那个熨斗或者什么样，现在有些电热毯来上去加热，一直放在里面就开始排小便，就开始排小便，你不用内服。外涂上就开始排小便，好，因为桑露好滴水，你看我们看看哈，本经的原文，桑露是味道是辛辣的，平好有毒，专门治水胀，好，那桑露有两种，一种是刺根的，一种是白的，你们现在看到的是白色的，好，白色的入药，赤色的可以用，就外用，赤色的很毒，不要吃，赤色的我们拿来敷肚脐，比白色的好，因为它很强啊，好。那这个你看哈，这个性味味苦，好，性寒有毒。主治呢是桑露是利水消肿的药，主治水肿。好，可不可以内服？当然可以内服，好，可以内服。一般桑露，你看那个桑露的样子哈，轻轻的。一般来说，你用一钱，大重剂两钱就可以了。桑露，好，桑露。那这个桑露呢，最主要都是下焦。脚肿胀满，好，这个，好，这个你注意看，这个真泉泻十种水病，喉痹不通，好，那个通大小肠，那个大明有没有？好，那唐龙川呢？说桑露用根，好，因为它内透隔膜，好，导水下行，好，一般我们用桑露的根，好，桑露的根，好，那这种处方呢，一吃下去。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最多就开始有反应了，就开始跑厕所，好，跑厕所，好，跑厕所。好，那禁忌里面最后一段，你看这边就只好赤色的赤桑露，颜色是红色的根的话只能贴肚脐用，好，贴肚脐用，好，那这是一个很强的药。张仲景呢还没有使用到桑露，张仲景使用到甘水圆花大戟最多，好，桑露啊，好，牵牛他很少用，好，那临证上面到我们后面介绍张仲景的排水的药以后，我们会加些桑露，好，我们看看是什么时候时机，我会提醒诸位怎么用，好，这是好，一般来说一钱，好，大严重的两钱，好。诸位一定要记得哈，要用白色的桑露根，赤色的不可以用啊，外敷可以用赤色的，涂在肚脐上面。